小不点白面，可是你滚吧，我不能让你这种人毁了健身房声誉，不准你再来了，滚吧。哎，先辈，别吵还别抱抱，让我平静地接受人生完蛋的事实。完蛋什么意思啊？那篇故事报道摧毁了我、啊、谢谢光临，这是你的报纸。谢老板，可以和你谈谈吗？快点小子，咱们的报纸好多年都运不过来了。我就是和你谈报社的事，老板，那些报道对任何人都没好处。对我有很大好处，你相信吗？买屋子的钞票。你害我失去了我的孩子吧，你比我邪恶多了，现在连小学生都想揍我抢我的午餐钱。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看日间连续剧。够了，我们要退钱，退钱。哎呀，你走了一个微微的蟹黄堡好吗？